来一千块，一样是千块。喂，他给你哦。要吃鱼的动作快哦。喂，我是主持人，你好。你有印象吗？准备来做蒸椒啦，海胆啦，来啦，一千块左右。大尾五万的，来啦，一千块哦。一千块啦，卖搞弄，那弄不中啊。来一千多，啊！人咧品牌你无看到，伊爱像我，我像你样啊！来一千多，一千块啦。我声音帅啊！好，那我多讲几句话哦。大家好，我现在从一数到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来一千块。阿峰是你哦。朋友。哎。帝王帝王，你啊 A 三五。咋呢？不然我不爱你啊，你跟阿上来。啊，大哥有咩拼盘呐？你什么人啊？你唔知你个我未杀，你做番正。生意算得普普啊，对啊，超普的。你不不，这个叫做洪水石盘。要求几百七，几百五六百块。娃娃是人很美啊，你声音普普。介绍你听到。大几千个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啊，七哥在看哪位？啊，贵啊。来一千多，哎，今年经营钱啦，我是要上五万的，你这动作以后要上票。来一千块哦。啊，给你看下，好来。规气增加你两只啦，我恁欢喜啦。这三只、这四只就千几块啊。来一千块，啊，给你看，真正袂差啊。来红条来，什么叫红条？你讲来。红条。哦。这两杯买三四百块哟。来一千个，再来一千块，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赶快拿钱。来一千块啊！来一千块，对啊，小王，赶两场，我赶两场哦。你有这个水啊？来一千个，一千块来，安尼拢卖了啊？三个吗？后面的阿伯是新员工吗？来，大哥袂紧的。来一千个 ，SSR， 知道吗？你竟然没有固定的追我们的，追我们的直播。有可能。哦，我叫我袂看吼，我嘛唔知只几只啦，啊，就送你一盘，等于煮汤啦，无大只啦，但是钱不贵啦。来一千块拼盘，拿台币。一千啦，我只三个啦，拢我先煮，煮清蒸蒸。来一千，四个五个啦哈。来，谢谢，好，五个得五个。来一千嘞，再来一千。不会累死。后来小香肠。开的。来啦，来啦，过不了没穿，买一千的无给台币的来。哎。哪位啦？来，我爸来，我爸来。我刚刚提醒你啦，哈。啊，我爸骗我。今天有二节是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没有呢？啊，就说没明天，你看啊，今天开工我不会用，我都还用呢。来，我们家来请你来两百，好不？小香肠两百，不用了，一百块给我来，小香肠一百来。这里小香肠，我来买煎包，来两百。我大买两盒啦，我大只我用钱拢伊这边，真正好食，赞对不对？真也好食，哈嘛好食。这边叫卖比较便宜，我们没有在比便宜的哦。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。吴坤华，我们没有在比便宜的，我们比的是开心。我们比的是开心哦。十五条给你，一百块。我们没有在比价格的。小香肠几百来，来六个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要吃小香肠的来，八公，八公，一百块，这还不一样，我比较爱吃偏点嘛，我比较了解。来，今日小香肠一百，出到几个人给啊？你们帮我订，我一六六订。有啊，你有一点两个吗？七个，一点几的啦，快讲。哎，今晚选太阳饼，我不想。七个，来一千块，来最后三个喽，两包哦，两包都给你，一个都是十五条啦，你买完门挂龟脚，上火条能包，给七八喉咙丸啊，来小香肠来，十个客人一个十五条包到完，对不对啊？来，来这个钱你包香肠哦。这小美女快跟奔波，点几百啊！来，我们吃鲱鱼卵沙拉，准备先用两包哦，搞不完啊！准备啊！啊！
没有，说那个这个有吗？鱼满小卷有吗？我马上拍。好，来，有要吃这鱼满沙拉，一箱两个啊，每个八七八来三包。他叫做，他叫做主席。七包，你可以看我的直播啊。打开就可以吃。最早开始直播，他就出现了。他好像是到去年的三月。三月多他才有事，就先就有事就毕业了，然后最近回来帮忙。志宏晚安。志坤王，这是我开直播的吗？因为我现在跟你讲话就是我开的啊。今天有燕饺，小刚你要吃燕饺哦。没有，不要拍谁，我只开玩笑的。我好专业，不，我一点都不专业。你看，我都这样子，乱转，乱转，乱转，放大。美金姐，来夹阿爸来，来200块我来，200块来。加杯杯，来起来，鸭肉碗200块，来鸭肉碗，200，一点都不专业哦。来给200块，阿爸完了，来200咯。用卡的较紧。来阿爸碗200块啊。来两个。两个鸟。盛祥晚上好。别冲啊，伟斌。冲下来喂。来鸭肉碗200，还有没有要吃鸭肉碗的？超级好吃的。对啊，一开始的直播画面就是现在这些成员。不用等哦，哈，我们请阿爸来工作，快来。两个。好怀旧。来两包了。200块。阿爸完了。来两包了。鸭肉碗200块，做成猪尾哥做给我啦。来200块来，好，是不是这边200？两斤超袂了不？来这里。来阿爸完了，200块来。来够两百块了不？鸭肉碗200块了。长头发的多久了？来，阿爸碗200块了。阿爸碗上我妹。来到这边有人了。来200都妹阿妹，阿爸碗200。来这边要来，大哥要来。我的阿爸真客气啊，我们。阿爸忘记拿，你买多少钱的？来200块阿爸碗，我阿都妹俩哈，来200俩，来200。我都妹有啊。要收啊！我话200，看一对哦，另一个不要价。来，最后两个阿爸还200，阿爸过来宝贝哦。我今天写来，说他恰北北说好几次。来，鱼卵小姐，鱼龙接到我哦。来，鱼卵小姐，我爸过来。这个不介绍了哦，这里餐厅吃几条可爱鱼啊？哦，也大一点哦。大颗的哦，今天不是小颗的哦，大颗的哦。来两条，再买一个八来，三条给你切切尔，来四条给你，来五条给你，真正的五条500块有够少啊，给你五条，500了，他剩两条，直接出来500块来，鱼卵小姐来500，来够了没切吧，切切嘞，哎呦，弄掉嘞，哎，今晚在出国呢，没有真心呐，弄派，来大哥好，来鱼卵小姐吗？来四只来，五只来，来个几只补，只几多块？来500块，今个月条更快哦。来，鱼卵小姐500拢完哦。我喜欢吃不贵样子啊。来阿姨回来，阿姨能来啊，我来，拢跟阿伯伯来。鲑鱼好，鲑鱼我知，我高料我知。哇，哇，我见一百岁啊！这样，谢谢。今天主要同学太小了。来哦，给你哦，动作快哦，哦，好啦哦。我准备穿起了吗？来，我们讲鱼皮先来，这两杯酒能发过来。鱼皮，今天的鱼皮超漂亮的哦，回去煮姜汁汤，做海参买。200的吗？几人给几分？他几人买？他几人买？来200块来的，200块来。一杯200块了，来一杯200块的，来两杯两要，大哥买了吗？买了哈，来一杯200块，咱们吃一杯吧。
200块，这里比较高，我还没钱，两个三个。哇，学长，辉文应该在吧？辉文学长，你有在线上吗？有人在call你。唔惊我来500块嘞，这一条200几块，我唔知咩啊，500块。好像不在啊。开你500块，找你50来轮条500，找50嘛，4号啦。一条个车里来500块就来，包括拍摄，今天都办。放树林这条个上面的来啦，这里你轮500块得了。来，你轮500块断掉哟，是碎掉哟，来看好哦。我要求今天拖来，你轮500块过来要捡你轮嘛？来500块，好来大哥来，进来。柠檬。来，你轮500块过来要捡你轮的无？是的啊，这应该捡到车得了啦。来500块，要包拖一下。六颗。啊，500块都拿到了吗？新驾车哦，来，你轮500块。到十个小时。500块。为你靠，所以只能好便宜，两台你当做放车看就伊啦。来好，谢谢。来，换只鲑鱼蚵丸弄咖啡哈。来，蚵丸200块来，不用介绍了吧？哦，蚵丸大家拢做好食，大家拢爱吃过来。来，200块来。蛋黄蚵丸来200，来，微微姐姐来200块来，三票你啦，三票30啦，给你300了，少少200，来，今天都十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啊，今天500上两倍。来，今日蚵丸变200了，200块，干得好，美姐。来，蚵丸来，200了，来，今日个10块，干啥？我叫温什么来？那蚵丸真好吃啊，哈，来200块，关掉一口，不客气，无关掉一口讲啊。来，200块来，你外火锅怎么搞？切掉好不？来，200了。来，真的，你走吧。来，蚵丸200了，看到包没？蚵丸，你这边。来200了，蚵丸，春节小两不啊？蚵丸，来200块来。好，我一点了。适合。我好一点啦。现在风凉啊。带雨哦，应该还有。来，帅哥。带雨了，我后面。好，唐王。对。好，唐王你好，好，唐王你好。这里是高雄新达港啊。可以，单中部。来个，你们今天终于知道我直播的时候为什么不吃东西了吼。来，二上还有看最后几个，一个人赢哈喽，最后一个啊。我接来呀，最后几个，第二个，弄三位啦。我来俩抓啊，最后一个啊。抓，入心跟咱搞袂好玩，再比今麦点餐厅好好玩，来聊聊。好厉害哦！来，一二三，详细的肚子啊，大八路，888号，协定居，大八路，哦，88号。再记点啊，来，坤姐来，一二五个呗，五个啊，来，五，有买先给你买的来。黄龙鸡腿没有找到啊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黄，哦，卖完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缺等的。两样红龙鸡腿跟那个鸡块。星期三哦。星期三。要去哪里？15啊。好了，来金十五啊。对啊，金十五，而且我留着。好，OK， 来，家里要关了，阿龙关了嘞。都拿到了哈。好的，谢谢。桂鱼没料啊，火锅饺，阿不然的话，桂鱼吧啊。边的一人敬您好。来，桂鱼500块。加固的话，鲑鱼啊，哈，浪费什么？娃娃都不会落过任何机会，来称赞小许耶，他会把握任何机会。刚刚沙拉，他会找，应该还有一箱才对，因为我们的货太多了，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。来，我爸，上妹啊，上啊，鲑鱼啊，这个小时。再来一遍，六袋哦，你一袋全部700块来，放去，来500块来，鲑鱼，来500块哦，六袋，不是5袋啊，鲑鱼来500块，来听听来，来3袋来4袋来，5袋你啦，一袋要请你来鲑鱼，500块，乱卖的，现在鲑鱼涨价了，我还这样卖呢，来500块来，进来，最后这边两个来鲑鱼500，来3袋哦，你来4袋哦，你来，
哦，地来这地，搁请你来五百块买鱼拢话哈。来五百块啊！你讲搁差点就我一千个啊，来大一杯来。来，好像大一百杯哦。来五百颗，五百颗。后面大哥也要一份。对，今天我爸啊，不是我爸，我弟。来，这边我来讲国语吧。我弟。来，坐在旁边。他今天下午休息，因为他觉得太累了。二来，来，小凤。我边讲啊，破的。胡国成你好，胡国成你好。燕饺两百块，燕饺。燕饺，多叫朱辉哥、朱腾。啊，开车啊，当然会累啊。开起来很累，好不好？这个说真的，你外面车很贵啦哦，阿兰起来加话加五斤啊，五斤免费八斤八两啊，贵钱哦。你外口买七八条一千啊，来免一千免交八百八起来，人家买就两百八五包，来七八两，一百块。一百块。燕饺，燕饺买七八两。来，最后三个要到，一包搁请你过，一个等于吃一斤哦，一两包，来一包搁来恩饺，一百块。下次来，我你就说到我们东西好吃又卖得便宜了。来，刚才谁在问鳗鱼的还在现场吗？古烧鳗，啊，哦来，我才赚两三，这个古烧鳗赚了好几亿港币。来，我哈，来十个人过来包到完，这个贵吧？包到完，来过一半。我你买，我拢已经买完了。尽管哦。台湾椒哦，要吃台湾椒我有。起码是要买回去吧。来，免两包，来八块，来七八块。来回去买七八。现拿现拿，这个不用等，来回去买七八块。买两份哦。七八块来回去买七八。来找你三八。七八。七八。来找你三八。七八拢完啦。这边干嘛？来回去买哦。我叫三，去吧，去。来，一百块。陈先生你好。一百俩。喂，我几百几百拢卖掉呗。我弟有在旁边亏妹妹。几千拢两分。我回去买五千。来，加个几嘞？加个几嘞？来，几个妹啦？等我一下。六个一份。六个。小鬼啦！哦，那这一个啦，八百啦，对呀，请来。来找一个地点。好啊，我八百，我叫你。你。一二三四。来。六。过来，进来啦。收钱呀。哈哈哈。十个，十一个。来，八个。来，十个，你来。来，请问嘞？大人呐。来一百块来，来几分嘞？来五个，来十个，来几分嘞？两个人打开哦，好，我上。今麦要卖几分嘞？哦，来几分嘞？六。来十个，来五个，十个哦，你一两百，来一百，然后几百。小五百块，五百块，没问题吧？好，对。五块，六块，八块，十块，来。来，几分呢？你啊，几分呢？来，来两分啊。信了，你最近有点忙哦。来，没有拿袋子来，赶快啊！六块来。哎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讲不了。
你讲啊！我上面头讲啊！你讲啊！阿师傅，过来。以前我人客啊，今日我人客。我是讲客阿姐哩。哎，别龙门。我龙门呀。来，龙门嘞。